本分局复兴所的副所长啊，李姓副所长啊，率陈姓同仁啊，执行巡逻勤务，在1月6号啊。晚上的23:45左右，我在本辖的一心文仁路口，我发现一部黑色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啊。那李姓副所长啊，遂上前，来请这台车示意，请他路边停车要受检啊。那该部黑色自小客车哈，拒绝检查，加速逃逸。那沿途哈，连续闯了好几个红灯哈。在中华青年路口，这个地方因为前方有这个车辆停等红灯，那该车因为这样受阻，那本分局的同仁见状，向前喝令该车要停车受检，那但该车还是有冲撞我们本分局员警的迹象，那所以李姓副所长所以驱前那个为了要制止现场我们这部车有冲撞其他用路人以及远景的这个危害的部分，所以向该车左前轮开了9枪，那陈姓的远景朝着这部车左后轮开了3枪，但是这部车还是加速逃逸，往北来逃逸了。